大家好，我是姓角大人吴凤。今年台湾的灯会在桃园，晚上一定要来 enjoy。白天呢可以逛逛我推荐的私房景点。今年我们使用了独特的360度拍摄，千万不要忘记转转身、动动手，看看四周美景。再容易去的中平路古市馆是一个非常雅致的日式双拼宿舍，一砖一瓦吸收昔日的亚运风华，赶快来说古诗、听古诗吧。来到平镇区复古到不行的兔脚厝客家餐馆，红砖房、木质家具，甚至是主编的晚厨，在这里用餐真的非常有气氛。首山岩观音寺为三级古迹，俗称灵顶观音妈庙，参拜完可以在厅仔休息喂鲤鱼，也可以到火坊首山岩散步。这里是天空之来咖啡厅，可以远眺桃园机场的飞机起降，也可以欣赏日落的夕阳美景。不管是家庭还是情侣都非常的适合。在这里莲花才是主角，赏莲花、坐到王莲、吃莲子各是三点。卢玉松过住的五星迷宫更是值得一睹的景点。新屋日式走廊是北台湾最具规模的自行车专用道，车道穿梭于亮爽的树林中，阳光从缝隙间洒落，旁边还有海。你以为只有这些吗？想要知道更多，请搜寻大桃园私房探宝，上传照片还可以参加抽奖。哎，千万不要忘记使用 Google 在地向导服务，说说你的感想。